一二三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哎，喂喂，喂，漂亮，这是下雨天，有史以来有回应的呢。大家都还好吗？还好。OK，吃饭了吗？还没。好，帮不上忙。耶，那今天是礼拜五哈，这个天气也很舒服，也不会太冷。很冷的举手 ，Let me 看看有没有很冷的。OK。 村长一个人也不会很温暖哈。OK， yeah， 我是村长，哎，村长好，有。OK， yeah， 这是祝福到大家了哈。这个村长是没什么才能，我就撒花的功能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是低消入场嘛，是不是？是。OK， 低消入场，呀，因为这个雨天。 原本是售票场，不过也没关系哈，看到大家铁花村就很高兴了，呀，不过今天一定要消费哦，啊，OK， 这不是买票啊，今天知道大家今天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，今天是那个竞选的议员，然后在抽签的日子，我不用抽，村长可以连任两次，一任10年。 我唯一的最大的问题是我找不到对手，Amen， Hallelujah，OK， Yeah， 找不到对手 ，Yeah， 真敢讲啊，OK， 好，那今天呢，上半场是司马里奥，司马里奥呢是我们台东在地的歌手，从铁花村开春呢，他就在这里了。 在这边看着他成长，一直到读大学，然后这样可以独当一面，然后他谈恋爱啊，我这边也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最近感情还不错，常常跟他的女朋友抱来抱去，在我面前示威，OK， 好，那今天呢，他带来他很多他自己的歌，他是个非常声音非常迷人的一个年轻人哦。 可以这种年纪可以把有这种喉咙，也不简单哦。我真怀疑他父母怎么生的，是不是看时辰生出来的？你那是不是这样子<笑> ？OK， 那下半场呢是我爱乐团啊，他们呢从大学有几个就从大学就在一起哦，都是台东大学的。那他们也非常的优秀，也非常有才华。 那今天呢，这上下半场在这里呢，呈现给大家，让大家，好好啊，下礼拜光复节，让大家一个愉快的日子。哎，有没有现在还有人？还有人知道下个10月25号是光复节吗？都不知道了哈啊，因为没有放假的关系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台湾稳稳的就好了。OK， 对，不要忘了下个月投票啊。OK，不要投错了。 找不到说，怎么没有铁花村长的票？Amen，yeah，好。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，那大家在位置上可以轻松的把口罩拿下来，离开位置一定要戴口罩，好不好？离开位置走动就是要戴口罩，好吗？不要说到时候村长走到你前面说，叫你戴口罩，你不高兴，我更不舒服，好不好？我们互相配合，我们让今天呢。 愉快的啊，不是今天，以后都愉快的，走好好的走，我们的人生。<笑>什么呀？阿姨，不要讥笑阿姨。<笑>好，位置上呢不能够抽烟，抽烟的地方在后面。哦，那边已经有一个帅哥在那边示范怎么抽烟。耶，他帽子拿下来，在那边一直抽十根没关系。抽完烟，烟蒂不要丢地上，那边有个。 水桶就把它丢进去，厕所也在后面那边哦。现在女生在，男生啊，吧台在这里啊，消除体力，养颜回容的饮料都有哦。大家呢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啊。走路可以边喝边吐，但是很难到家哈、哦，安全很重要。那记得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好不好？好，耶，没有声音的，我们结束好了。你们来干什么啊？ 啊，今天是低消呢，我还要改成那个什么售票，来150。好
OK， 那刚刚村长宣布那几件事情，离开位置就是要戴口罩。哦，那你今天可以拍照，但是不要用闪光灯，好吗？不要用闪光灯。有没有人听不懂中文的 ？Good， yeah， 很好。其实我英文也不好。Don't use flash， yeah 嘞，这就是我今天学到的，我今天 Google 的啦。哦 ，OK， 好不好 ？Yeah， 好。那中场会有个休息时间，换场时间。不过呢，大家都可以随时可以走动。那今天有下点雨哈，不要还是小心天雨路滑。不要，要慢慢走。OK， 好 ，Yeah， 那手上盖个章，随时都可以进出那个。我们那边有文创商品哈，那个买个 T 恤啊，那个不要为难警察，那个都是可以啊。都会大家穿的会很健康，可以防那个，可以防止那个辐射线，也，然后没梗了，不要讲什么，哎，OK， 好吧，来，那我们就现在就掌声欢迎上半场的死马李耀，耶，好听，耶，已经好听了。